他们学习六合套路拳，全是套路当中的短推。短推这个套路，总共有12个动作，在六合套路拳当中属于动作较多的。他的演练路线：直、横、斜。他步行、步法、正跟退收做这右带，但他的步行比较沉稳。 手法密集，多以拳肘为主，属于近距离防守正攻的拳法。整个套路，步法、手法、身法灵活多变，充分表现了六合螳螂活、顺、刚、柔、化的主要特点，为六合螳螂拳较有特色的拳种，也是六合螳螂拳看家的拳。 下面咱们学习第一式起势，先看我完整的演示一遍。好，再把这个动作分解一遍。 并不离正，一、二、三，好，下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两手并立，两手推提侧，两眼向前平视，一，然后。 两臂外伸，两掌身向上向前托起，两掌距离一剑同款。然后两臂在内旋，两掌向上向后，经胸前按与腹前，掌指伸向对，两腿微曲。 下面咱们学习第二式，子母推。先看我完整的演示一遍，再把这个动作做一个反向的。 再分解一遍，一、二，好，下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预备，左脚。 后撤，重心后移，呈右击步，然后两手向两侧向前刮弧，然后两臂外旋变圈，同时向内向下挥压。 两圈圈身向上，前拳高度与臂展持平，左拳后运，右肘下撤，目视前方。好，下面请看一下子母推施展技法。
字母吹的实战技法也很简单，当对方右拳击打我，正面，我虽着造球，两手敌住对方，顺势向前打，用对方防守要防我，我虽着顺势还要打。这字母吹用法，字母吹它道理就是。 顺藤摸瓜上，这打法好。下面咱们继续向下学，第三个动作，第四个动作，马后连环勾挑，单攻肘。下面我把这两个动作连贯的演示一遍。一上步，二三四五。 好，请大家跟我一起做，重视右移，然后上坐步，呈坐几步，同时右臂内旋，右圈向下向后踩压。 同时，左圈有右拳向前向下挑打，右拳护于左肘下，左拳高度与臂展持平，然后前动不停，纵身一左腿向右步呈右几步。 同时，左臂内旋，左拳向下搂打。同时，右拳进左拳下，向前向下挑打。左拳护于右肘下，右拳高度与臂展持平，颤动不停。 纵身右移再上坐步，呈坐几步。同时，右臂内旋，右拳向下搂打。左拳由右拳下向前向下挑打，右拳护左拳，左肘下。 左拳高于臂展持平，颤动不停，伸着扣左步，左圈向右屈跌，向右屈肘，全身向下，然后右拳变掌呼吁。 左圈面，伸着带步，撑麻步，顶肘，叫侧顶肘，也叫单弓肘。好，下面请看一下这两个动作的连贯实战技法。 当我第一个挑打，进攻对方的时候，对方爱挡我，我顺他挡我之手，反手，紧接着上步挑打，对方又挡我，我顺他再挡我之手，从下又上步挑打，他再挡
我在下，让他挡我。力量，我顺他的力量 ，C 字，小拳一带，右手一把，沿后带步，插于对方上，然后向额部击打，用力，砰！打死。好，下面咱们继续向下学，马后坐右砍皮。再看我完整的演示一遍。好，我再把这个动作分解一遍。一、二、三。下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预备，右掌变圈，由上向下向右侧，再向上画弧调挂，然后左圈向右侧，由上向下砍劈，砍劈的同时坐臂要外旋，外旋就用右手腕去砍劈，右肘下侧要打出一个整力，然后左圈继续向下画弧，向左再向上调挂，随着右臂外旋，由右侧向上向下经左手腕处弹皮，左腿下目视正拆。好，下面继续向下学，双叉剑。再看我完整的演示一遍。好，我再把这个动作分解一遍。一。跳步，三，斜下手，双拳。好，下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预备，两拳同时下落于左侧身体，左侧腹前，左侧腹前。全身直向上，脚踏直向上，同时两拳并一起向右，向前，向右再向后横摆，要用咬劲，腿要站稳，回来回到右腰腹前，然后跳步由上向下击打，击打的同时两臂内旋，全身向下，同时好，下面继续向下学，双弓肘。先看我完整的做一遍。
好，这个动作很简单。姿势在双叉剑的基础之上，两肘曲跌向两侧，蹭起，蹭起，跌肘，蹭起，原步不动。下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一遍，预备，两脚踏紧，脚下要有跟。 身体不要沉浮后仰，蹭，好，请看一下双弓肘的实战技法。双弓肘很简单，就是为了破对方出其不意的抱你，从后边或者从侧面，当你有感觉。 对方一抱同时，马上起来，放手，再看，对，站起来，就放手。好，下面继续向下学，回式鼻贴，想看我完整的演示一遍。 看皮，好，我再把这个动作分解一遍，拳，二，好，请大家跟我一起做，双弓肘，预备。 纵身左移，右腿提，两腿都微曲，同时用全人向下砍，然后裸步，呈右脊步，右拳同时变掌，右臂。 外旋掌心向上，向前，向左，向后，一样。左拳伸着挥到腹前，右肘下侧。好，到这里为止，第一段就全部结束了。下面咱们学习第二段，想看我。 下面继续向下学，第一式，搂手挥身肘。想看我完整的演示一遍。好，我再把这个动作分解一遍。 转身，四，扣住。好，下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预备，右臂内旋，右掌心向下，抬拢，同时左臂外旋。 左拳全势向上，在搂打的同时，
请右拱步，左圈，右圈，护玉做九下，请右拱步，目视左圈，然后重心后移，扣步，同时左圈变掌，搂肩，右肩从右肩处搂下，转身呈左拱步，同时左搂手到左前侧，随着右臂跌肘向前扣，反扣，反扣，左掌朝前，脖子侧朝前。好，下面请看一下这个动作的实战技法。当我跳打对方，对方挡我，我随着挡我自求，顺势搂下，用肩带肘，顺着来起，对对方施力。再一个，对方当抓我肩的同时，抓我肩同时，我顺势抓对方的手，硬身破开对方抓我肩的姿势。好，下面继续向下学，迎面反背吹，再看我完整的演示一遍。好，这个动作再分解一遍。一，再步二三四。好，请大家跟我一起做，预备，重心后移，扣坐脚，右拧身，右拧身，坐掌在坐侧斜上方，屈臂，右拳随着挥到腹前，然后带步底部，同时左掌向前向下合打，弧形合打，右臂内旋，右拳背向前向下反背，同时坐上踩拢，护于右九下，目视右拳。好，请看一下反背吹的实战技法。反背吹这个动作很简单，当对方用右拳击打我，我随着可打，同时反背照面，正面，好，好，下面继续向下学，回身狮子锤，先看我完整的演示一遍。再把这个动作分解一遍。扣步转身，一、二、三。好，下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反背吹，预备，
靠步，坐凝身，请坐几步，同时代步几步，着地外旋，左圈，由下向上，经胸抻向前向下，弧形，挂压。 同时右圈向前冲虚，左圈挥于腹前，圈式向上，目视右圈，再代步几步，同时右臂外旋右圈下压挥手于腹前，左圈同时冲虚，圈式向上，圈式向下，目视左圈。 好，下面继续向下撅，凝身连环八寒锤。想看我完整的演示一遍？好，我再把这个动作分解一遍。 凝身，一、二、三、四、五、六。好，这个动作请大家各位一起做，预备，左脚内扣，右凝身。 同时左拳变掌，撑右脊步，上步，左掌抬拢，腹前，同时右拳向上，向前挑打，左手抬拢护于。 右肘下侧，目视右圈，然后再扣右步，右凝身，上左步，请左几步，同时右拳变掌，由右侧向左抻，内旋右臂向下抬拢，同时。 左圈向上向前挑打，抬拢自手，护于左肘下侧。左拳圈式向上，目视左圈。好，下面请看一下这个动作的实战技法。 好，当对方用拳来击打我，我随着。 向上，挑打，下巴，然后对方推我的同时，我紧接着挥带，又击打，叫八反锤，再推打，我再打，叫连环八反。下面继续向下学，撩引、踩掠、站推。想看我完整的演示一遍。 这个动作，我再做一个反向的。好，下面把这个动作分解一遍。 后步一，侧侧二，后坐三，上步成麻步四，搂手
战吹，五，搂手，仰面，全身向上。好，下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预备，向扣部左脚内扣，右拧起，右脚稍稍后撤，同时右拳由下向后撩打，全身撩打，左拳随着上压，然后右拧起到右后，重水后移，前右几步，右几步，过来右几步，同时左圈变掌，右步罗上，同时左脚跟成麻步，左手前搂，由上向下弧形搂财，挥大扶财，同时右拳由扶财向前，全身向上，站吹，站吹，站向前站，不是冲。左拳护于腹前，右肘下侧，目视右拳，高度与腰持平，右拳好，下面继续向下学，左右踏了看皮，先看我完整的演示一遍。这个动作前面已经有过左右看皮，我再从反向再做一遍。好，这个动作就不细讲了，请大家跟我完整的做一遍。预备，转推。左手向上过，右拳看皮移，右手向上挂，左拳看皮。好，下面继续向下学，下肢拍到手，上看我完整的演示一遍。这个动作我从反下再做一次。好，下面我把这个动作再分解一遍。一下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预备，右脚向左侧，随着靠，纵身左移，右拳变掌下肢，同时左拳变掌护于右臂前侧，然后右脚向右侧上步，
通丝，两掌向两侧，收粉，右掌由右侧向下，向左侧采样，同时左掌合抱，再看左掌合抱，合抱，两掌张伸，伸向对，再步向前，侧掌。左掌护于右前臂后侧，目视右掌，右掌掌心向下，左掌掌心向上。好，下面请看一下这个动作的实战技法。当对方以左拳击打我肋部，我伸着下肢，对方又重拳打我，我随着搂回左手护上，可以坚持的顺着胳膊向上打，也可以反背，看一下拳上反背，反背这儿打，当对方第二拳打我的同时，这手这手上第二手又打我，我随着这样防守，还是这也是切阳面拍到切掌，好，下面继续向下学左右连环八寒锤，先看我完整的演示一遍，这个动作在前面也有过，连环八寒锤，动作完全一致，方向相反。我再把这个动作反过来做一遍。好，下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抬到手，预备。右脚扣步纵身后移，成左几步，同时向左斜前上步，右掌向前向左抬拢，同时左拳由下向前向上调打，抬拢之手护于左手之下，敲打的拳不超过鼻尖，好，再扣左步右拧身上步右几步，同时左拳变掌由前向下向后踩拢，同时右臂外旋，右拳向上调打，踩拢左拳护于右肘下，调打拳告于鼻尖，持停，目视右拳，好，到这里为止，第二段就全部结束了，下面咱们学习第三段，上看我完整的演示一遍。好，下面咱们学习第一式，马猴蹬伞左右看皮，先看我完整的演示一遍。
好，把这个动作再分解一遍。 一、二、三、四、五、六、七。好，下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 重心左移，后撤右步，同时扣坐步右拧起，右拳由上向下向下挑挂，挑挂，左拳由下向下。 向前向下，经右拳外侧，看劈，与右肘下侧，呈右弓步，目视右拳，颤动不停，靠右步做拧，形成坐弓步，同时坐看劈，拳向下，向后向下。 拖挂，同时右拳由上向下，经左拳外侧，看劈，右拳在左肘下侧，目视左拳。好，下面继续向下学，踢步反斩首，想看我完整的演示一遍。 好，再把这个动作分解一遍。重心左移，踢步，脚尖点地，移，然后两拳变掌，右掌向左斜抻，伸直，掌心向下，左掌护于右撑臂上侧。 伸直，右掌在向下、向右，花一小弧，挪为后带下牙，左掌护于右臂上侧，右掌掌心向下。 好，下面继续向下学，双粉才掠手，想看我完整的演示一遍。好，这个动作我从反一下再做一遍。 下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预备，右脚向前上步，两手同时向后，回腹前掌心向上，稍稍一带，同时右膝向前落顶，这是一个按时施法。 踢步，定时，两掌掌背上对，向上，顺擦，然后两臂内旋，向下踩。好，下面继续向下学，裸步双粉挂耳，想看我完整的演示一遍。
好，再把这个动作分解一遍，一、二，好，请大家跟我一起做，预备，罗布，重心猜疑，呈坐弓步，然后右掌变圈。 由右侧向前弧形劝打，同时左手向左向前伏于右拳全背，全面右拳全面啊，目视右拳。 好，为了使这几个动作更完整、更成熟一点，请看一下实战技法：从反转手、踩掠手、双峰贯耳，看一下这三个动作。当对方用右拳击打我，我 C 的，斩住对方。 对方从下路灌我，双峰灌我，灌耳，我 C 的踢袭撞蹭，对方侧步捅刺，我背手捅刺灌耳。 好，下面我把这个动作再分解一遍，一、二、三、四、五，我再把这个动作反向的做一遍。 一、二、三、四，好，下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预备，纵身后移，呈坐几步，同时左掌变圈。 左臂外旋，向后挪，拖步挪，右拳随着护于腹前，紧接着再向前带步挑，上挑，同时左脚挪右你挪。 坐拧，随着挑圈，坐臂内旋下落，上右步挑圈，挑圈，随着纵身左一挑打之圈。 再挥，再向前拖带步，同时右拳
向前向下反背打下马步式目视右拳好下面继续向下学马步上展翅想看我完整的演示一遍这动作我再从反下做一遍好下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预备纵身右移左脚向右侧靠脚在点地同时两圈变掌脚踏于正前脚踏于正前左掌在里右掌在外掌心对面部不要抱得太紧也不要挺太直弧形好擦炮罗布向外下肢同时向上挑起下肢挑架两掌不要太远也不要太近一剪到一剪半的距离不要伸直斜拆法不成向后斜拆法到这里为止第三段就全部结束了下面咱们学习第四段想看我完整的演示一遍好下面咱们继续向下学抬抓手凝视反扣手这两个动作我连贯起来完整的演示一遍好我再把这个动作分解一遍一、二、三，好，下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双展翅，预备，两手下裸，同时在腹前，左拧伸成坐骑步，左掌由下向上，踩爪弧形。立圆踩爪同时左脚外展上步随着右掌由下向上向后颈坐剪前踩拢随着坐拧伸坐后180度拧伸呈坐空步同时坐掌弧形踩靠右肘背肘背击打肘点向前好下面继续向下学挂面奥普锤想看我完整的演示一遍好这动作请大家跟我一起做
扣肘预备，右扭起坐步，然后带步由上向下反背挂面重拳，右拳回复拳，身子上坐步坐几步，同时奥步从右拳。这动作比较简单，前面狮子推已经出现过，在这里就不分解了。下面咱们继续向下学，转身勾挂锤，先看我完整的做一次。好，我再把这个动作分解一遍。扣步转身挂锤，再步冲拳。好，下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左几步二步冲拳，扣坐步右拧起，同时右拳由上向下撩挂撑，右几步带步，右拳再下落冲拳。好，下面继续下去，双龙后坐肘，先看我完整的演示一遍。这个动作我从反下再做一遍。好，我再把这个动作分解一遍。露手一、二、四步、三、定肘、麻步、后顶。左掌敷于右拳面，向后。好，下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预备，左拳变掌，向右点去，施力圆弧形踩爪，落于腹前，腹前一，然后右掌由下向上施力圆，并坐点前下落，坐点前下落，施力圆，两个施力圆是个交叉的。一、二，交叉。好，交叉，然后右过后撤，左掌刮弧向前，伸的右肘后顶敷于右拳面，坐步伸的代称麻步后顶。顶肘后坐，要随着自己的身体紧贴，不要这样顶下去。好，下面继续向下学提步单叉剑，先看我完整的演示一遍。这个动作我从反下再做一遍。好，下面请跟我一起做。后坐肘，上左步
左掌变圈挂，上左步左掌变圈，由下向上调挂，同时上步冲圈，圈形向下，上左步挑圈，再给右步麻步冲右圈，好，这动作也比较简单，在这里就不分解了。好，下面继续向下学磨盘八拍手，上看过完整的演示一遍。这动作我从反向再做一遍，下面把这个动作再分解一遍。右拧起，左掌下裸，左前边掌下裸与腹沉，然后右臂向外旋，在内旋踩拢，立圆踩拢，同时上步，左掌随着向前向下，立圆入下，并步右步向前并调打，同时踩篓子左手护于右足下，末式右拳告于鼻尖持平，右肩要落顺。好，下面继续向下学勾条手背剑式，上看我完整的演示一遍。这个动作我再分解一遍，一、二、三，好，下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预备，左步向前上步，同时左拳由下向前向上调打，右臂随着内旋回腹沉，右拳全是向下，同时扣左脚右拧起，调打子拳随着反扣与腹沉，转身轻左拱步，随着右拳右臂呈以弧形蹭向外蹭，调打至左拳曲臂向左身顶肘，右臂拳眼向里，拳背向外蹭下，弧形蹭下，目视右侧沉，到这里为止，第四段就全部结束了。下面咱们继续向下学第五段，下面请看我完整的演示一遍。